刀剪红，着用或者退一步走。对方从背后要包我的手，哎，没有包住的手，烫，正面一样，在将要包住，烫，找腹部要害地方，后一肘。还有神仙大脱衣，你包住了以后呢，卡住，啪，从后边射过来。再往下的白鸽亮翅和斜行已经讲过了，再往下是扇通背，由上往下位置闪，对方在后边进攻的时候，由下往上，由上往下位置闪，由下往上位置腾，腾扇遮空。这就是这一来，对方在侧面一下式，对方这扑空；在这边呢一下式，对方就这边扑空。然后呢，腾着后打过去，来轻轻按我，从背后按我，按这按往前按我的时候，你看着啊，我一闪，对方空，往前空。我按这边呢，往这边一按，我一闪呢，往这边一闪呢，往那边空。如果对方一按，按过以后呢，他感到我到了，没有失手，怎么办呢？要疼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这样打过去的。腾扇遮空，由上往下为之闪，由下往上为之腾。严守洪拳讲过了，六风四壁。单边都讲过了，下边就是云手。云手是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。不管是拳，不管是脚，侧面进，侧面进，一来八或者对，这边一来啪，这样进，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。不管是拳，不管是棒，都是这个方法。高探马最后侧面推，这是对方的侧面进攻，侧面左拳打过来，擦，一领，这样割过去，一领，侧掌打过去。左擦脚，右擦脚，侧面踢腿，这个拳到这个地方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手，啪，一压，啪，往上踢踢面部的。那么另外一只脚呢，就往这边打，啪，啪，踢面部的，侧面踢面部的。下边呢是极地锤。极地锤往地下打一圈干什么？还有人解释说打对方脚面，其实脚上打一圈不要紧的，这也是摔法，另外一种摔法，啪，把对方摔到，如果是把对方啪摔到正前面，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，就着下边，啪，要地方补一拳。在这个时候，就不要再抬起腿来，再起身，就晚了。击地锤不是打地，就是对方摔倒在你前边的时候，就地，砰，补一拳，这个意思。下边踢二起，从这个地方踢二起，这转身跟闪通背用意一样，打背后。踢呢叫挂面脚，挂面对方双手来的时候，啪一蹬，哐，挂面脚下坡脸上
踢的。练的时候是这样练，用的是砰踢的。下面叫做护心拳，像侧转用肩膀是一样的，就最后合劲进来，一领，保护自己的胸部，打到对方的胸部，这个是这样打的，打的是疼，护住自己的胸部，打着对方的胸部，要护心拳。旋凤脚，我爷爷1925年在温县配合公安局抓土匪的时候，有一个团长姓曾，他就说：“陈老师，你的功夫这么好，我画一个圈，一尺大，你站在圈里头，不准出来。”背只手不准用手，我用刀砍你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啊，背只手在这一尺的圈上不能出来。我爷爷就说：“都依你来吧。”他是团长嘛，也有点武功嘛。他拿着刀就劈。我爷爷他，砰一个旋风脚，手腕踢断，刀废了，脚收回来还在这。他需要很好的基本功。旋风脚是横扫腿，咵！不管是刀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横扫腿用法。下边完了以后，右蹬一根，蹬根这个不管左蹬根右蹬根，这个容易解释。侧面打一拳来，一合，哎，一合。一会儿推起来了，到要害地方咵一蹬，这边不用解释一样，一合，你看手再来，咵一合，这腿这个是正好空间，这头侧面蹬的。晓得你咋？大家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张飞去推关公的时候，关公用的就是小青打。是什么事呢？你在这边，哎，突然推过来了，一手，啪一架，扛着这边打呀，发一掌，小心打，侧面进攻，咵一架，啊，扛着这边打呀，打过去，小心打，抱头推三呢，就刚才说那个，哎，两手来，啪。一架，然后呢，侧面推。过去多部分是捋，这个是，哎，两手咵一分，烫这样过去。前招后招，在这，跟云手一样，角度不一样。在这。拳手都可以扑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前招，后招从这边过来，打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左过右来，就是跟云手角度不一样，大别就是云手，云手是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。不管是脚，侧面进，侧面进，一来，啪，或者捋，这边一来，啪，这样进，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棒，都是这个方法。下边就是云手，云手是左过右来。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脚，侧面进，侧面进，一来，八，或者捋，这边一来，
啪，这样进，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棒，都是这个方法。下边就是云手，云手是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脚，侧面进，侧面进去，一来。或者对，这边一来，啪，这样进，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棒，都是这个方法。高探马追，最后侧面推，这是对方的侧面进攻，侧面左拳打过来，擦，一领，哗，这样隔过去，一领，这是。侧掌发过去，高探马最后侧面推，这是对方的侧面进攻，侧面左拳打过来，擦，一领，哗，这样隔过去，一领，侧掌发过去。高探马最后侧面推，这是对方的侧面进攻，侧面左拳打过来，擦，一领，哗，这样隔过去，一领，侧掌发过去，左擦脚右擦脚，侧面踢腿，这个拳找这个地方打过来的时候。那个手，啪，一压，啪，往上踢踢面部的。左擦脚，右擦脚，侧面踢腿。这个拳找这个地方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手，啪，一压，啪，往上踢踢面部的。左擦脚，右擦脚，侧面踢腿。这个拳找这个地方打过来的时候。那个手，啪，一压，啪，往上踢踢面部。那么另外一只脚呢，就往这边打，啪，啪，踢面部的，侧面踢面部的。倒卷红着用或是退步肘，对方从背后要包我的手，没有包住的手，这面一样，在将要包住，找腹部要害地方后一肘，还有神仙大脱衣，你包住了以后呢，卡住。从后边射过来，再往下白亮刺和斜行已经讲过了，再往下是闪通背，由上往下位置闪，对方在后边进攻的时候，由上往下位置闪。由下往上位置腾，腾闪遮空，这就是这一来，对方的侧面一下式，对方这扑空，在这边呢一下式，对方就这边扑空，然后呢腾然后打过去，来轻轻按我，从背后按我，按直按往前，按我的时候你看着啊，我一闪对方空。往前空，我按这边呢，往这边，一按我一闪呢，往这边一闪呢，往那边空。如果对方一按，按过以后，按过以后呢，他感到我到了，他没有失手，怎么办呢？要疼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这样打过去的，他
成山遮空，由上往下为之山，由下往上为之塔。严守洪拳讲过了，六峰四壁单边都讲过了，下边就是云守。云守是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脚，侧面进，侧面进，一来八或者里，这边一来啪，这样进，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棒，都是这个方法。高探马最后侧面推，这是对方的侧面进攻，侧面左拳打过来，擦一领，这样割过去，这一领主要是侧掌发过去，左擦脚右擦脚，侧面踢腿，这个拳找这个地方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手啪一压，啪往上踢踢面部的。那么另外一只脚呢，就往这边打，啪啪踢面部的，侧面踢面部的。下边的是极地锤，极地锤，极地锤往地下打一圈干什么？还有人解释说打对方脚面，其实脚上打一拳不要紧的，这也是摔法，另外一种摔法，啪把对方摔到，如果是把对方啪摔到正前面，摔到正前面，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就着下边啪要地方补一拳，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抬起腿来再起身，就晚了。击地锤不是打地，就是对方摔倒在你前边的时候，就地砰补一拳，这个意思。下边踢二旗，从这个地方踢二旗，这转身。跟闪通背用一样，打背后，踢呢叫挂面脚，挂面对方双手来的时候，啪一蹬，哐，挂面脚下坡脸上踢的，练的时候是这样练，用的是砰踢的。下面叫做护心拳，像侧转用肩膀是一样的，就最后合劲进来，一领保护自己的胸部，打到对方的胸部，这个时候这样打的，打的时候疼疼，护住自己的胸部，打着对方的胸部，要护心拳。玄凤脚，我爷爷1925年在温县配合公安局抓土匪的时候，有一个团长姓曾，他就说：“陈老师，你的功夫这么好，我画一个圈，一尺大，你站在圈里头不准出来。”背只手不准用手，我用刀砍你，你有没有办法？背只手在这一尺的圈上不能出来。我爷爷就说：“都依你来吧。”他是团长嘛，也有点武功嘛，他拿着刀就劈。我爷爷他，砰一个旋风脚，手腕踢断，刀废了，脚收回来还在这。这需要很好的基本功。旋风脚是横扫腿，不管是刀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
横扫腿，用法。下边完了以后，右蹬一根，蹬根这个不管左蹬根右蹬根，这个容易解释，侧面打一拳来，一合，哎，一合，一合，推起来了，到要害地方，咵一蹬，这边不用解释一样，一合。你看手再来，咵一合，这腿这个是正的空间，这头侧面蹬的。晓得你咋？大家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张飞去推关公的时候，关公用的就是小青打。是什么事呢？你在这边，哎，突然推过来了，一手，啪一架。放着这边打人，发一掌，小心打，侧面进攻，咵一架，啊，烫着这边打人，打过去，小心打。抱头推三呢，就刚才说那个，两手来，啪一架，然后呢，侧面推，过去多部分的捋。这个是，哎，两手夸一分，烫这样过去。前招后招，在这样，跟云手一样，角度不一样。哎，在这，我在这，对，对，拳手都可以扑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前招。后招从这边过来，打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左过右来，就是个云手，角度不一样。那么另外一只脚呢，就往这边打，啪，啪，踢面部的，侧面踢面部的。那么另外一只脚呢，就往这边打，啪。侧面踢面部的，下边的是极地锤，极地锤，极地锤往地下打一拳干什么？还有人解释说打对方脚面，其实脚上打一拳不要紧的，这也是摔法，另外一种摔法，啪，把对方。摔到，如果是把对方，啪，摔到正前面，摔到正前面。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，就这下边，啪，要地方补一拳。在这个时候，就不要再抬起腿来，再起身，就晚了。击地锤不是打地，就是对方摔到在你前边的时候，就地砰补一拳，这个意思。下边的是极地锤，极地锤，极地锤往地下打一拳干什么？还有人解释说打对方脚面，其实脚上打一拳不要紧的，这也是摔法，另外一种摔法，啪，把对方摔到，如果是把对方，啪，摔到正前面。摔到正前面，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，就这下边，啪，要地方补一拳。在这个时候，就不要再抬起腿来，再起身，就晚了。击地锤不是打地，就是对方摔到在你前边的时候，就地砰补一拳，这个意思。下边的是极地锤，极地锤，极地锤往地下打一拳干什么？还有人解释说打对方脚面，其实脚上打一拳不要紧的，
也是摔法，另外一种摔法，啪，把对方摔到，如果是把对方，啪，摔到正前面，摔到正前面。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，就着下边，啪，要地方补一拳。在这个时候，就不要再抬起腿来，再起身，就晚了。击地锤不是打地，就是对方摔倒在你前边的时候，就地砰补一拳，这个意思。下边踢二起，从这个地方踢二起，这转身。跟闪通背用意一样，打背后，踢呢叫挂面脚，挂面对方双手来的时候，啪一蹬，哐，挂面脚下坡脸上踢的，练的时候是这样练，用的是砰踢的。下边踢二起，从这个地方踢二起，这转身跟闪通背用意一样，打背后，踢呢叫挂面脚，挂面对方双手来的时候，啪一蹬，哐，挂面脚下坡脸上踢的，练的时候是这样练，用的是砰踢的。下边踢二起，从这个地方踢二起，这转身跟闪通背用意一样，打背后，踢呢叫挂面脚，挂面对方双手来的时候，啪一蹬，哐，挂面脚下坡脸上踢的，练的时候是这样练，用的是砰踢的。下面叫做护心拳，像侧转用肩膀是一样的，就最后合劲进来，一领，一领，保护自己的胸部，打到对方的胸部。这个时候这样打的，打的时候疼疼，护住自己的胸部，打着对方的胸部，要护心拳。下面叫做护心拳，像侧转用肩膀是一样的，就最后合劲进来，一领，一领，保护自己的胸部，打到对方的胸部，这个时候这样打的，打的时候疼疼，护住自己的胸部，打着对方的胸部，要护心拳。倒卷红着用或是退步肘，对方从背后要包我的手，没有包住的手，这面一样，在将要包住，找腹部要害地方后一肘。还有神仙大脱衣，已经包住了以后呢，卡住，从后边射过来，再往下的白鸽亮翅和斜行已经讲过了，再往下是闪通背，由上往下位置闪，对方在后边进攻的时候，由下往上，由上往下位置闪，由下往上为的腾，腾闪遮空，这就是这一来，对方的侧面一下是对
对方这扑空，在这边呢一下势，对方就这边扑空，然后呢疼，然后打过去，来轻轻按我，从背后按我，按直按往前，按我的时候你看着啊，我一闪，对方空，往前空，我按这边呢，往这边一按，我一闪呢，往这边一闪呢，往那边空，如果对方一按，按过以后按，按过以后呢？他感到我到了，他没有失手，怎么办呢？要疼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腾闪折空，由上往下为之闪，由下往上为之腾。严守洪拳讲过了，六风四壁、单边都讲过了，下边就是云手。云手是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。不管是拳，不管是脚，侧面进，侧面进，一来，啪，或者对，这边一来，啪，这样进，左过右来，右过左来。不管是拳，不管是棒，都是这个方法。高探马追，最后侧面推，这是对方的侧面进攻，侧面左拳打过来，擦，一领，咵，这样割过去，一领，说是侧掌，打过去，左擦脚，右擦脚，侧面踢腿，这个拳找这个地方打过来的时候。那个手，啪，一压，啪，往上踢踢面部的。那么另外一只脚呢，就往这边打，啪，啪，踢面部的，侧面踢面部的。下边呢是极地锤，极地锤，极地锤往地下打一圈干什么？还有人解释说打对方脚面，其实脚上打一拳不要紧的，这也是摔法，另外一种摔法，啪，把对方摔到，如果是把对方，啪，摔到正前面，摔到正前面，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就着下边，啪，要地方补一拳，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抬起腿来。再起身，就晚了。击地锤不是打地，就是对方摔倒在你前边的时候，就地砰补一拳，这个意思。下边踢二起，从这个地方踢二起，这转身。跟闪通背用一样，打背后，踢呢，叫挂面脚，挂面，对方双手来的时候，啪，一蹬，哐，挂面脚，下坡脸上踢的，练的时候是这样练，用的是，砰，踢的。下面叫做护心拳。像侧转用肩膀是一样的，就最后合劲进来，一领，一领，保护自己的胸部，打到对方的胸部，这个时候这样打的，打的时候疼，疼，护住自己的胸部，打到对方的胸部，要护心拳，旋凤脚。我爷爷1925年在温县配合公安局抓土匪的时候，有一个团长姓曾，他就说：“陈老师，你的功夫这么好，我画一个圈，一尺大，你站在圈里头不准出来。
背只手，不准用手。我用刀砍你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啊，背只手在这一尺的区方不能出来。我爷爷就说：“都依你来吧。”他是团长嘛，也有点武功嘛。他拿着刀就劈。我爷爷他，砰一个旋风脚，手腕踢断，刀飞了，脚收回来，还在这。他需要很好的基本功。他旋风脚横扫腿，咵，不管是刀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横扫腿。下边完了以后，右蹬一根，蹬根这个不管左蹬根右蹬根，这个容易解释。侧面打一拳来，一合，哎，一合，一合，推起来了，到要害地方，咵一蹬。这边不用解释，一样，一合，你看手再来，咵一合，这腿这个是正常空间。小丁仔，大家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张飞去推关公的时候，关公用的就是小青打。是什么事呢？你在这边，哎，突然推过来了，一手，啪一架，哐着这边打呀，发一掌。小青打，侧面进攻，咵一架。碰着这边打，打过去。小心打。抱头推三呢，就刚才说那个。两手来，啪，一架，然后呢，侧面推。过去多部分是捋，这个是，哎，两手咵一分，烫这样过去。前招后招。跟云手一样，角度不一样。在这，我在这，对，对，拳手都可以扑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前招，后招从这边过来，打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左过右来，就是跟云手角度不一样。下面叫做护心拳，像侧转用肩膀是一样的，就最后合劲进来，一领，保护自己的胸部，打到对方的胸部，这个时候这样打的，打的时候疼，疼，护住自己的胸部，打着对方的胸部，叫护心拳。旋凤脚，我爷爷1925年在温县配合公安局抓土匪的时候，有一个团长姓曾，他就说：“陈老师，你的功夫这么好，我画一个圈，一尺大，你站在圈里头，不准出来。”背只手，不准用手。我用刀砍你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啊，背只手在这一尺的区方不能出来。我爷爷就说：“都依你来吧。”他是团长嘛，也有点武功嘛。他拿着刀就劈。我爷爷他，砰一个旋风脚，手腕踢断，刀飞了，脚收回来，还在这。他需要很好的基本功。旋风脚是横扫腿，咵，不管是刀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横扫腿，用法。旋风脚，我爷爷1925年。在温县配合公安局抓土匪的时候，有一个团长姓曾，
他就说，陈老师你的功夫这么好，我画一个圈，一尺大，你站在圈里头不准出来，背只手不准用手，我用刀砍你，你有没有办法？背只手在这一尺的圈上不能出来。我爷爷就说，都依你来吧。他是团长嘛，也有点武功嘛，他拿着刀就劈。我爷爷他砰一个旋风脚，手腕踢断，刀废了，脚收回来还在这儿。他需要很好的基本功。旋风脚是横扫腿，咵，不管是刀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横扫腿用法。旋风脚我爷爷1925年在温县配合公安局抓土匪的时候，有一个团长姓曾，他就说，陈老师你的功夫这么好，我画一个圈，一尺大，你站在圈里头不准出来，背只手不准用手，我用刀砍你，你有没有办法？背着手在这一尺的圈上不能出来。我爷爷就说，都依你来吧。他是团长嘛，也有点武功嘛，他拿着刀就劈。我爷爷他砰一个旋风脚，手腕踢断，刀废了，脚收回来还在这儿。他需要很好的基本功。旋风脚是横扫腿，咵，不管是刀，不管是拳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横扫腿用法。下边完了以后，右蹬一根，蹬根这个不管左蹬根右蹬根，这个容易解释，侧面打一拳来，一合，哎，一合，一合推起来了，到要害地方，咵。这边不用解释，一样，一合，你看手再来，咵一合，这腿这个是正常空间，这头侧面蹬的。下边完了以后，右蹬一根，蹬根这个不管左蹬根右蹬根，这个容易解释，侧面打一拳来，一合，哎，一合，一合推起来了。要害地方，咵一蹬。这边不用解释，一样，一合。你看手再来，咵一合，这腿这个是正常空间，这头侧面蹬的。下边完了以后，右蹬一根，蹬根这个不管左蹬根右蹬根，这个容易解释，侧面打一拳来，一合，哎，一合。一合推起来了，到要害地方，咵一蹬。这边不用解释，一样，一合。你看手再来，咵一合，这腿这个是正常空间，这头侧面蹬的。小丁仔，大家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张飞去推关公的时候，关公用的就是小青打，是什么事呢？你在这边，突然推过来了，一手啪一架，扛着这边打人，发一掌，小心打，侧面进攻，咵一架，啊，扛着这边打人，打过去，小心打。小丁仔，大家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。张飞去推关公的时候，关公用的就是小青打，是什么事呢？你在这边，突然推过来了，一手啪一架，扛着这边打人，发一掌，小青打，侧面进攻，咵一架，啊，扛着这边打人，打过去，小青打。
晓得你咋？大家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张飞去推关公的时候，关公用的就是孝亲大。是什么事呢？你在这边，哎，突然推过来了，一手，啪一架，哐着这边打人，发一掌，孝亲大，侧面进攻，咵一架。冲着这边打，打过去。小心打，刀卷红着用或是退步走。对方从背后要包我的手，哎，没有包住的手，砰！这面一样，在将要包住，砰！找腹部要害地方，后一肘。还有神仙大脱衣。你包住了以后呢，卡住，啪，从后边射过来。包头推三呢，就刚才说那个，两手来，啪，一架，然后呢，侧面推，过去多步的捋，这个是，哎，两手咵一分，烫。包头推三呢，就刚才说那个，两手来，啪，一架，然后呢，侧面推，过去多步的捋，这个是，哎，两手咵一分，烫，这样过去。包头推三呢，就刚才说那个，两手来，啪，一架，然后呢。侧面推，过去多步的捋，这个是，哎，两手咵一分，烫，这样过去，前招后招，在这，跟云手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在这，我在这，对，拳手都可以扑过来，啪。打这边，前招，前招，后招，在这，跟云手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在这，我在这，对，拳手都可以扑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前招，后招，在这，跟云手一样。角度不一样，在这，我在这，对，拳手都可以扑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后爪从这边过来，打过来，啪，打这边，左过右来，就是跟云手角度不一样，前爪，后爪从这边过来。打过来，啪！打这边，左过右来，就是跟云手角度不一样。前招，后招从这边过来，打过来，啪！打这边，左过右来，就是跟云手角度不一样。刀卷红着用或是退步走，对方从背后要包我的手。没有包住的时候，砰！这面一样，在将要包住，砰！找腹部要害地方，后一肘。还有神仙大脱衣，你包住了以后呢，卡住，啪！从后边射过来。刀卷红着用或是退步走。对方从背后要包我的手，哎，没有包住的手，砰！这面一样，在将要包住，砰！找腹部要害地方，后一肘。还有神仙大脱衣，你包住了以后呢，卡住，啪！从后边射过来。
再往下是扇通背，由上往下为之扇。对方在后边进攻的时候，由下往上，由上往下为之扇，由下往上为之腾，腾扇遮空。这就是这一来，对方的侧面一下式，对方这扑空；在这边呢，一下式，对方就这边扑空。然后呢，腾着后打过去，轻轻按我，从背后按我，按直按往前。按我的时候，你看着啊，我一闪，对方空，往前空。我按这边呢，往这边一按，我一闪呢，往这边一闪呢，往那边空。如果对方一按，按过以后，按过以后呢，他感到我到了，没有失手，怎么办呢？要疼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腾扇遮空，由上往下为之扇，由下往上为之腾。再往下是扇通背。由上往下为之闪，对方在后边进攻的时候，由下往上，由上往下为之闪，由下往上为之腾，腾扇遮空。这就是这一来，对方的侧面一下式，对方这扑空；在这边呢，一下式，对方就这边扑空。然后呢，腾着后打过去，轻轻按我，从背后按我，按直按往前。按我的时候，你看着啊，我一闪，对方空，往前空。我按这边呢，往这边一按，我一闪呢，往这边一闪呢，往那边空。如果对方一按，按过以后，按过以后呢，他感到我到了，没有失手，怎么办呢？要疼。打过去的，腾扇遮空，由上往下为之扇，由下往上为之腾。再往下是扇通背，由上往下为之扇。对方在后边进攻的时候，由下往上，由上往下为之扇。由下往上为之腾，腾扇遮空。这就是这一来，对方的侧面一下式，对方这扑空；在这边呢一下式，对方就这边扑空。然后呢腾着后打过去，轻轻按我，从背后按我，按直按往前。按我的时候，你看着啊，我一闪，对方空，往前空。我按这边呢，往这边一按，我一闪呢，往这边一闪呢，往那边空。如果对方一按，按过以后，按过以后呢，他感到我到了，没有失手，怎么办呢？要疼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这样打过去的，腾扇遮空，由上往下为之扇，由下往上为之腾。